差二吧，红心堡垒的话，六加五是十一，差二，那他就被斩杀。不对，等会儿，三四十二，十四加上五是十九，这可能是一个平局，打平局了吧？应该要，有可能是个平局。嗯，可以考虑先踹两脚，然后死亡缠绕把自己龙点了。哦，不对，那样的法强就没了。对，法强没了就不行。你可以死缠二，死缠二看看能不能拿灵魂火。啊，红虚没有用，那就打平局吧。那就是平局，那打平局吧。嗯。打平局吧，只有 B 平了。这是打四的，只有 B 平了，没办法。好，这第一局居然喜剧的是一个平局。副甲是送掉，你的血线还是对，这很安全，而且场上站了一个大哥，算了一下是可以完成手撕的。这个大哥对于这个血来说，那还是会叫大哥来解。这里要不就打脸了，这里就打脸了。十点血踢脸的话，术士过牌都有限了，就不怎么敢过牌了。术士让你过完我下吧，就是双死亡之翼。大哥也要出了，大哥要出了，然后解掉，然后死亡之翼一波反场，扎不扎中？这应该是能扎中的，因为是两个飞刀，这死亡之翼了。这个李博肯定想不到，就是那种是的，对方竟然有这手死亡之翼。就是啊，看李博的表情，张了张嘴，是的，这个应该是没办法，没办法，继续了。哇，这个普瑞这边的骑手也非常不错，直接跳了呀，不管了，跳，不是直接火舌了，我管你了。来，稳固射击，稳固射击，哎，变形也可以。稳固射击吧，稳固射击好一点，应该是稳固射击，不依赖锤子。狩猎开始了，爆了有用，这个有用的爆了，哎呀，上把打掉了就是三点一。我们可以看到130拿钉钉的故事，没有选择过牌，信仰圣光吧。幺三零拿活这个幺三零了，那游戏就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其没有沉默，醉卧也是不服啊，死在幺三零手上真是，回头我也要在幺三零，就是德鲁伊面服在幺三零，起手就丢的。不对，这个如果没有出的，应该会拿一个八加八。哎，不够的，有危险啊！这里上伊瑟拉要被秒，要被秒了，这被秒了，这波哇，真是看不到这么高的斩杀，因为两个炸弹和一个点火都没交。对，而且上把一点血的术士是被办掉的，他不知道这个术士有。他这个还是知道的，这个对这个肯定是能算出来，这个非常厉害。哇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炫酷的斩杀，这是这次黄金赛最高斩杀。还有飞扑就已经结束了，三平一。
好遗憾，这里的话优势这么大的一个优势，对方竟然偷鸡把他给偷死了，而且是二十。这个其实夜行的手牌一直占优，他只不过。